内阁部长到机场迎接，李克强走下舷梯，两国总理亲切握手寒暄，热情问候。李冰在红地毯两侧列队，胸中双语学校的小学生献上鲜花表达欢迎之情。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杰龙等也到机场迎接。李克强表示，今年适逢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开展五周年，五年来16+1合作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扎扎实实的项目与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惠及双方人民，平等协商、互利互惠、开放包容、务实创新的合作理念深入人心。16+1合作作为中欧合作的组成部分，不仅助力了中东欧国家自身发展，也促进了欧洲整体的平衡发展，有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。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回顾五年来我们前行的历程，规划未来的蓝图，实现更大的进步。李克强